loop 三周，接着偷 loop 两周。萨摩夫三周，跳接厌世转，来自广州市滑冰协会的刘玉轩，今天发挥得非常出色，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。开场的 loop 三周，接头 loop 两周，萨霍夫三周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空中的转速保持得非常的快，像一个小陀螺一样。跳进的厌世转 ，Axel 两周。这一跳的落冰是今天三个跳跃当中做的最好的。技术分28.89，节目内容分22.40，短节目得分51.29分，暂列第10。